原标题：秦城监狱解密，最神秘犯人，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人，一个排监户。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燕山东路，西面群山重叠，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，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，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，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。它因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，而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监狱。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。如今秦城监狱又成为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。1967年，秦城监狱仿照苏联工程师的设计，加盖了六幢监舍，排号顺延为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与50年代所盖的四幢加在一起，正好凑足10天干。统计资料显示，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，除被执行死刑外，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。这里与普通监狱不同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，犯人出到秦城时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，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，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。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的放风圈，一道高墙又将这个放风圈一分为二，两个放风圈可同时使用，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，可一览无遗地观察两边格子中的情况。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，一人一个，隔着高高的墙，谁也看不到其他犯人。潘汉年曾经是这里最神秘犯人，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人，一个排监户。何殿奎曾经跟他接触的比较多，何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非常长，他从1952年至1992年在监狱任管教员，1960年后于秦城监狱工作到离休，这期间他在204监区担任科长，1985年2月晋升为副处长，离休前定为正处长，经历了从功德林到秦城，他在里面工作近40年，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。1955年4月3日，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，领导看中了他的可靠和年轻肯干，当时他才23岁，但他10来岁到延安，20岁加入组织，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。因为监管潘当时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，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，党是双岗，监房门口一道，监区门口一道，除了和谁都不能进去。谈起对潘这位传奇人物的印象，何说他个子不高，胖胖的，不爱说话，很稳重的一个人，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。他生活很有规律，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1个小时。刚看到这奇景，哨兵以为他死掉了，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。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，写一个拉洋车的人，可惜后来找不到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